年的英国精致食品展菜单上添加了一道新菜肴萨拉米，也就是意大利香肠的意思，是欧洲一种风干猪肉香肠。不过这个展览上的香肠原料却换成了棕熊，而且这些棕熊都是野生的。至于能不能接受吃熊肉，还真是看个人口味了。